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四川青永县，一个古镇汉永古镇，都在古镇里面转一圈。古镇很小啊，这边有个寺庙，佛光寺，是尼姑庵啊。非常的人清啊，在古镇啊，你看一下，本地人都见不得几个呢。这个汉永古镇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民国时期的，不是有那个造枪造爆的地方汉永造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古镇的话非常的冷清啊，你看一下，连本地人都见不到几个，不知道是下雨的原因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还有一家张家医院，就是卖农药的，化肥的，你看都是卖农药的嘛。转一圈都没有了。哎，这个做制品的这个。这里还有一家农贸市场，那个法治农贸市场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。
这么冷清。不知道卖什么。这只狗被拼命领。这个老人家就在雨中这边淋着，你看一下，你抽着烟，不快感冒了。转了一圈，这个古镇的话老是有点老了，是古镇了，但是也是很普通嘛，一个普通的古镇。镇上的人就在里面打麻将。这里能够坐到河边去。敲敲打打的不知道做什么。这是打铁的。有像时候。打铁的呢，这边跑过去就是河边的。这河边的话，以前的话是一个码头，水运码头，空空荡荡的。